孩子逛一天了还逛啊？啊，最后一个地方了，坚持住。谁做的？名庄香奔博物馆。是香奔博物馆。不一样吗？不一样啊。摆个 pose， 摆个 pose。哎呀，太粉嫩了，没事琢磨爷呀。女孩子都喜欢山东东西买。你是女孩子吗？这是什么花？月灯香。不甘香，不甘香。我真香。好闻吗？好闻，但是它出来就是不一样。这大师你熟？这大师我熟。对，那是谁？叫啥？就我邻居。叫啥？我们叫他伊恩·埃德蒙德斯。行，拉倒，拉倒了。这咋弄啊？你去闻，然后你选你最爱的三种味道，然后混合在一起，是吧？秋阳，秋阳，驴茶，驴茶，龙挺，龙什么？龙挺，神经病，给我买两瓶吧。你这么的，我用粤语说，我粤语说对一个，给你买一个，行不行？可以。不是不是不是。对了，对了。我没说粤语。这粤语就是这么说的。哦，对了，哇，你好厉害，你再说一遍。哦，对了对了对了，还得是你。抖音。